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那希望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跟你吃个饭，这样子。一提到中信兄弟那一首《王威城》，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或许是万人迷王光辉的儿子。但王威城能拥有打跑手三拍子的天赋，不单单遗传自父亲，母亲吴美玉也曾是田径的短跑好手。妈妈一直说她以前大学，因为她一直到大学都还是在跑田径，说她短跑100公尺可以跑12秒，但我还蛮想。亲眼看到妈妈那时候可以跑到12秒，对啊。妈妈吴美玉的一双飞毛腿，在结婚生子后成了照顾家庭的支柱。有一位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，让王威城能成长茁壮，甚至追随爸爸的脚步，披上了黄金战袍。妙的是，和父亲王光辉相比，反而是妈妈比较在乎儿子的平时表现呢。他的情绪会比较多，对，就是我好与不好，他也会跟着。他的心情好与不好，这样子，对啊，但爸爸是比较冷静一点，那个态度是，情绪是比较稳定的，这样子，可能爸爸看过比较过大风大浪，妈妈都会跟我讲，就说，不要被人家看不起啊，希望可以再更努力、更往上，讲的比较多了，这样子，那就是鼓励的话比较多，这样，但是我也只是希望不要做到让妈妈担心，希望可以让。家里的人都也可以以我为傲。基因给了王威城棒球天赋，家庭教育培养王威城的人生价值观。下回再提到万人迷二世，可别忘了那双温柔的幕后推手哦。YTV新闻采访报道。